并且假装先你先学一下，就是意思两颗螺丝嘛。对，好。好，你把里面的可以先学一下，对。哎呀，我不录的。这就是把这封网拆的一个步骤。嗯。啊，这是一掉了。螺丝帽都有。对，相机打下就好了。啊，就打下就好了。这样可以。那你能看见太棒了，这个，嗯、我觉得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一好，可以，好、哦、像拍得到的，你就这样好了。嗯、对，可以了。相机，穿过去吧。啊，对，这样可以。好、哦，可以。这什么开关？一样啊。开吧，来吧。这不用装了，我装都明天不是还得拆吗？是吧？对。好。这边没卡着，这边来吧，来吧。有螺丝是吗？对。这不分左右。好。一好，啊一好，开始吧。开始。灯，然后我们需要过线。到 RGB 氛围灯模块这里面，插到黑色的插头上面。随便哪个插头上？黑色插头，我们插到原车的插头上面。没有呀。那一个电源插头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插上。你有没有看见啊？先插上。一个剪是不分的，剪，我们插在上面也有写 GPS。前后左右四个摄像头的连接线。
一个插头的，我们先把转接的插头插在上面，然后插到这个口子上，用电源线，然后电源线是插在这个机器上的，下面空调的面板线。三二一。插线的，现在是这样。好，一。好，一。我给你洗，我还在哪里毛的？过一下，下一个嘛。嘿，开始吧。我这里买个那一半，我卖给你看，我给你看。啊，好，好，是啊，你要不先洗，还有事啊。三二一。把元素的线什么？开始。一开始。